三周了，我现在要准备去泉州，就是泉州一日游。Hello， 我已经到泉州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又是肉粽店，就是之前上次来，然后我种草没有来得及去吃的，然后我现在在这边一家比较小的店面，好多人。里面有干贝、香菇，还有猪肉吧，还有鸡蛋应该。哦，肯定很好吃。我觉得他们家肉燕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，然后肉粽它里面有加鸡蛋，然后五花肉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肉啊，不知道是鸡肉还是什么肉，反正它加了两种肉，然后还有桃干、干贝，然后香菇，我觉得还不错吧，但是那个肉燕更好喝。然后我们现在下去吃另外一站，我看到了三轮车，那我们去坐三轮车吧，一公里多应该，走吧。闻到啦，东西牛肉店，进去吃拌面。我点了一份拌面，然后一份他们家的牛肉羹，还有一块牛排。不过他这个牛排好贵哦，这一块17块，不过还蛮大块就是了。网上说他们家招牌一定要点他们家拌面。感觉应该蛮好吃的，他们加什么？加花生酱还是沙茶酱？不懂。我觉得还蛮尴尬的，我在录的时候旁边人一直在看我，搞得我都不敢很夸张的表情或是跟你们互动。就我吃完之后，那拌面是真的非常的好吃，是真的还蛮好吃的，然后牛肉羹也还不错，牛排也还行，就是这家是还蛮，对，是我种草里所有，是我所有种草里我觉得很不错的，所以如果你们以后要来泉州玩的话，记得来吃这家，真的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吃饱之后呢，我们呢继续下一站，下一站呢是一家鸡腿，是一家烧烤店吧，卖鸡腿的，我们现在要过去吃，所以我现在吃的有点饱，我现在吃的还蛮多的，所以我现在需要走路消化一下，我就不坐车去了，我现在就走过去啦。那家鸡腿在一个巷子里，看到前面的人了吗？这家店上面是写说2:30营业，现在才1:45吧，就已经很多人了，我的妈！
1 hour later. 2 hours later. 如果不好吃的话，2000 years later. 这拍下的照片，看不太懂是什么形式。没看过呀。我现在已经挑完东西买完单，但是我还要等他做好，然后我感觉我要等半小时或等一小时吧之类的，然后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周边的人看到我拿相机就会问我，你是不是在直播，好尴尬。哦，我要等好久，我快疯了，真的是快疯了，好累。Tomorrow. 我现在买完了，我现在准备去找我朋友。我打算到那边跟我朋友一起吃，这样子，我快疯了。我总共花排队时间排了有50分钟吧，然后我排到了又等了，现在几点？我花了50分钟排队，然后又花了半小时的时间去等他熟。我不好。Hello， 我现在跟我朋友在星巴克，然后我们要吃鸡腿了。如果不好吃，我就要标出话。我点了鸡腿，还有鸡肉串，还有个米雪，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了，就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哦，还有个特写，打稳定妆了。到了，你买了其他的什么？鸡肉串还是什么？你吃看看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它还是热，就是。你觉得值排一个半小时的队吗？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外面那些什么铜火锅、香骨肉、香骨鸡腿都比较好吃。我要飙出话了，真的。它上面不知道什么酱，稠稠的。哇，幸亏没有带我姐来吃这家店，不然我姐应该全程都在飙脏话。就是很普通的烧烤鸡腿，知道吗？你们烧烤鸡腿还比较好吃。啊。我不喜欢这酱。我觉得我们学校门口还比较好吃。哦。一个半小时。还可以了啦，也没有难吃啊，就是还就不难吃，但是就没就哪里鸡腿不是吃，对吧？这是他们的鸡肉串，鸡肉串比较好吃。买那么多吗？分你吃啊。你晚上不吃饭了？要啊。是下午茶了吧？下午茶被星巴克。它上面什么酱，浓浓的。建议你去买麦当劳的麦辣鸡翅。我们现在吃完鸡腿，总结，除了鸡腿，其他都很好吃，就都是同个味道，然后就是肉质不一样而已。然后呢，不推荐大家去排队买那个鸡腿，因为我觉得每家烧烤摊的鸡腿都是这个味，只是他们家有一个那个比较不一样的酱料，然后那个酱料也没有特别好吃，所以就我不懂那些，不懂为什么要排队，我真的不懂。然后我们现在坐着在喝 Starbucks， 喝的还是那个冰摇桃桃绿茶。Thank you.
现在要坐着等晚饭。对，我今天出门把我刘海卷了一下，因为睡醒它塌掉了，结果好像有点，我觉得没有很好看。有好看吗？我们晚上要去吃烤肉，这边吧。这边是一个摩天轮。准备回去了。